海明带着电影新作《开心魔法》与导演叶伟信以及男主角吴尊来马宣传，并在11月29号召开记者会。黄百鸣表示，《开心魔法》是《开心鬼》系列的升级版，要超越《开心鬼》的成绩非常困难，但是与叶卫制作班底合作，让他信心倍增。其实今次整个即系整个创作制作我都放手，咁啊交俾叶导演同编剧黄主任佢哋去决定，包括揾新人。以前开心鬼所有新人咧，大部分都我，系有时我仲揸架车喺路嗰度，见到嗰个阿容健个男朋友，嗌我哋唔好嗌住，听日嚟试啫，即系咁啊，我都系自己揾。但今次我冇去揾，呢个责任交俾佢。所以一切嘅演员都配合住。开心魔法是有他自己独特的东西在里面，还有、如果你说他似我觉得他似我开心鬼，是因为他是承接了、这个康心鬼这个角色在这个戏里面变成一个教授，这个戏里面也都有些向即是经典的开心鬼致敬，所以有些运动场、有些打排球、样，但其实开心魔法是有他一个新的魔法世界，咁佢個魔法世界好有中國嘅色彩，用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全新嘅故事，全新嘅概念。黄百鸣电影系列向来提拔不少新人上大荧幕，这一次也不例外的找来吴千语担任女主角，而导演与监制对她的表现都非常满意。用新人是我哋经常嘅尝试，我觉得唔系一个大胆嘅。咁以前我啲开心鬼系列每一套都系用新人啦。甚至乎叶伟信导演拍叶问的时候，我们用洪黛林，他都是未拍过戏，都是一个新人。我拍这个花田喜事 Angelababy 那时候都是一个新人。所以拍新人对我们来说呢，就是是一件不是难事来的。同埋我觉得影圈都需要一些新人。首次参演特效电影的吴尊也被叶伟信导演大赞想象力丰富，工作守时，导演再不绝口，连吴尊也不好意思呢。準時，呢啲係佢最中意嘅。最重要嘅部分就係佢演繹呢一個角色。最初我諗住亦都唔知佢放唔放得開嗰、那個偶像形象去演繹嘅演技，點知佢真係可以放開咗個包袱，令到觀眾好開心。因為拍特技片有好多時都係要靠想像力啦，演員。舉例佢打個打個戲勁出嚟嘅時候，究竟係點樣樣，都要有啲想像力咯。不過吳尊原來想像力好豐富，佢好多招式都係佢。我問佢話：喂，點樣你總之打個招式好有型，打出嚟咁佢，佢又嘗試試咗好多個，試幾個俾我去揀。开心魔法即将在12月1号全马戏院隆重上演，怀念开心鬼系列的你不妨入场支持这一部黄百鸣的全新创作哦。